我其实因为节目到现在还没有播，但是我在网上有的看到一些粉丝们的评论嘛，说我和这个方脸契合度非常高，反而他们会觉得薛之谦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毁掉薛之谦的颜值，想让薛之谦不要有方脸。其实方脸这个想法就是薛之谦提的，你们不要闹了，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大家都做方脸，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原因。好玩而已，学确实是好玩，学在现场，如果所有人脸都是方形的，就跟那个我们的局长的一样的脸，而且是国字脸的话，应该会很好笑。嗯，就当时想第四季是回到火星开会嘛，回到火星开会的话，就大家想，其实火星人所有的脸都是方的，嗯，这样就比较有意思，好笑。然后呢，就跟我们局长长得是一样的，所以看看每个人国字脸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就可以这样想。这世界很。